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已经在苏州了，然后明天是奥林匹亚那个导师的培训课程，现在去健身房跟陈康我们一起练一个肩膀，然后我们一会健身房见。练肩膀，肩膀我前两天已经练过了，但是好像还在疼，但是可以再练一次。那我是喜欢先把三头肌后束的动作安排在前面，把最好体力最好精力分配给三头肌后束。那可能会做3到4个三头肌后束的动作吧，这是第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练我们的肩膀后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如果你健身房没有那么多的很先进的固定器械，然后这个练后束是最好的，随时可以找到的。还是要保持你脊椎的中立位，当你在俯身的时候，整个脊椎的中立位一定要保持，然后跟着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在做的时候哑铃尽量往膝盖这个方向去靠，然后在垂直面上去走，哑铃离膝盖越近，你腰部的压力其实越小，把这个做好，然后再带一点外旋，当你这个手臂再去带外旋的时候，你三头肌后束会参与会更多，这个是三头肌后束的功能，让你肱骨做一个外旋。最经典的动作，也是在任何健身房可以找到的，用哑铃做推肩，这对我们肩膀整体的维度还有力量都非常好。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没有热身开就去推，很容易受伤。我对所有人的建议都是，当你最开始，尤其刚刚开始锻炼的时候，不要去一味去追求重量，重量这个东西，不要去太多去刻意考虑。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动作模式，建立起正确的动作模式，再去增加重量。这样呢，要不然你建立错误的动作模式，可能你的身体的其他肌肉的这个过多的参与借力，代偿。并且还可能会导致你的关节一些受伤，所以说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会影响你的训练，然后效率很低下，建立正确的动作。
训练已经结束了，明天我们会早上可能会练背。再见。现在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这些第一批的奥林匹亚培训导师见了个面，那边拍了个照片，然后现在去这个地方照一张集体合影，然后照完以后我们就开始上午准备上课。这就是待会儿我说干一的时候，我们来顶个赞行吗 ？OK OK 好 OK 好啊。好，来三，都看我镜头，都看我镜头，三二一，来点赞。两天的培训已经结束了，特别感谢美国奥林匹亚还有指导在中国这边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的机会，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下次再见吧。